说林心如不幸福的看一下这几张照片，霍建华的举措量很有爱。如今文娱圈两桌强队仍是斗劲多的，今天来给大师引荐一对情侣。那时他们两小我结婚的时辰，两桌人都表示特别的迷惑，并且有人说他们两小我结婚的时辰男方是特别不愉快的，可是其实并不是如许的。今天要说的就是霍建华和林心如，他们两小我结婚之后关系不惜以来都挺好的，并且两小我之前的时辰就是好伴侣，必定不会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关系不好了。今天给大师看几张照片，说林心如不幸福的就应该看一下这几张照片。从这几张照片就可以看出来，霍建华对林心如特别的好。这个是之前的时辰，他们两小我参加一个勾纳时辰的照片，那时参加勾当的时辰，他们两小我是坐在一起的。在台下的时辰，林心如穿了一个露背装，霍建华的眼睛就不惜看着他的背后，并且还把手给弄到了他的椅子上面。姑娘是害怕别人偷看吧？随后他们两小我不晓得在看什么，霍建华直接把手弄在了妻子的后背上。这个举措可以看出霍建华对林心如是非常上心的。若是说两小我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亲密的话，是不会有如许的举措的。霍建华的这个举措真的是亮了，感受特别的有爱。后来林心如旁边的一个汉子在跟林心如说话，霍建华更是直接把手伸了两膝，挡在了阿锤汉子的肩膀上面，这也是对付本身妻子的一种呵护吧。如许的霍建华，你们还信他不爱好林心如吗？并且他们两小广还有一个特别心爱的女儿，信托往后是会越来越好的。大师就不要过多的揣测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了。不晓得对付林心如和霍建华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。